现在是202410月9号，下午15点32分，我在家中，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谷团伙公开始残害，已有7年多，残害从未停止，仍在继续。视频开头，大家可以听到疯狂的咕咕鸟叫声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屋内有强烈的呛鼻、刺鼻气味，同时造成身体各种严重的不良反应，比如鼻腔以及胸腔不停的惨烈的惨痛。并且造成不停的造成很多粘液，同时我被投毒下药、投放不明气体的同时，贪官李全谷团伙还制造和播放各种噪音，咕咕的鸟叫，疯狂的鸡叫。还有屋面传来砰砰的敲击声，各种变态的噪音轮番轰炸。我被残害不是个例，贪官李全谷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，由来已久，隐情很多，地方黑暗。现在是2024。10月9号下午15点37分，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谷团伙公开的残害，已有7年多，残害从未停止，仍在继续。此时此刻，大家可以清晰的听到疯狂的咕咕鸟叫又在响起。我被贪官李全谷团伙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、全天24小时的残害。贪官李全谷团伙对我投毒下药、投放不明气体，全天24小时进行。对我投毒下药、投放不明气体的同时，制造和播放各种噪音。今天，各种噪音依然伴随着投放不明气体轮番轰炸。我被残害不是个例，贪官李全谷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，隐情很多。地方黑暗。